什么？什么？要下雨了！你瞅着来，丁，苹果是个苹果，是苹果，我赶紧去把苹果盖一下。是老天爷跟着裹乱了，这不是？海明，啊，等等，来，把雨衣拿上。哎，行，赶紧去躺躺躺躺去。没事，没事。 正好跟我到队部去把苹果盖一下。谁呀？没听我跟你说到队部把苹果盖一下？真是！嗨嗨嗨！你站住！跑什么跑啊？要喝较劲是吧？你给我，这个小兔崽子，回家，给我回家！ 我不，孙杨，快下雨了。 你对我妈好点，不然我对你不客气。孙杨。 怎么都蔫了？出水才看两腿泥呢，还没到时候。哎，人要赶上点背，喝口凉水都呲牙。这就跟打仗似的啊，到了看节上，你顶得住你就上，顶不住你就败。顶不住也得顶啊，咱没退路。 别这样，咱庄户人看天吃饭，这是一辈子要遇到的事儿。来，先喝口热乎的。咱把这当壮行酒。 壮行酒，好酒，拿着，我回去捯饬捯饬，我这就去跑去，进城，过来，过来，多吃点啊，别浪费了，吃，吃不吃？你不吃是吧？ 我吃了你，吃，吃，吃，怎么不吃呢？这这吃！哎呦，你说你这么大人了，跟鸡较什么劲啊？真闲你还？闲的呗。闲下来不正好吗？正好在家休息休息啊，也省得你每天出门提心吊胆的。我吊什么胆呢？我提什么心呢？怕郑向阳呗。 老六，那是过去了，现在我还怕他呀。你等着，我找他去。我还不乐意见他呢。向阳啊，来了。我告诉你，别笑啊！我现在是赤脚的，不怕穿鞋的，我谁我也不怕。 要不找你们领导谈谈去吧？不去，有什么可谈的？我在家挺好的。我不是怕你闲的难受吗？谁难受了？我事儿多了，我在家要思考一些问题，这叫卧薪尝胆啊！
要不你找汉民下棋去吧？啊，你们俩有日子没下了。冲着黄爱娟我也不去，我倒那么大个一枚，怎么着让他看我笑话啊？他们哪有闲工夫笑话你呀？果园子丰收了，忙还忙不过来呢啊！去吧，散散心去。哎，呦呦呦，他现在是春风得意是不是？得嘞，就冲这个，我瞅瞅去。哎呦，您烂的别扔，留着喂猪。对，箩筐的事小心点，别把苹果割了啊！轻点，轻点。哎，大胖，忙着呢。哟，这不冯大经理吗？拿我开涮是不是？不当经理了。哎，这怎么话说的？腐败了，犯错误了，让人给撸了。咱别哪壶不开提哪壶，成不成啊？啊，我今儿来啊，就是想买你们家苹果，怎么样？便宜点卖给我吧。不卖。跑这捡便宜来了你？这个人真逗，上赶的买卖你都不做，你会做生意吗？哎，慢点。我们是不会啊，你会啊？你会怎么在家闲着呢？哦，想弄点便宜苹果啊，拍你们领导马屁去吧。你包圆吗？你要包圆我就卖你。哎呦，这苹果得卖多少钱呢？哎，看来你们这日子好过了是吧？好个屁！这么好的苹果卖不出去，眼看着它烂，见不着钱呢这。哎呀，这农民他就是农民呐，不老老实实种地做什么买卖呀？早晚有一天得赔了。怎么说话呢？这是，早先你不也是农民吗？哎哎，你怎么老向着别人说话呀？我向着谁说话了？我说的是理儿。你向着谁说话？你心里没数吗？几十年了，就惦记着这点事儿，你觉得有意思吗？哎，怎么着？怎么着？是我没意思，还是谁没意思呀？啊，许你做了就不许我想想啊？我不惦记着别人吗？我就惦记着，怎么着吧？我现在就找郑汉民去。你干嘛去？干嘛去？你找他干什么啊？我能干嘛呀？我，别瞎想了啊！我去给他介绍一客户。什么？客户啊？你还认识客户？好，好，好，你先跟我讲讲。来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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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来。干什么的？哎呀，好，好，好，哎呀，你这真是雪中送炭的。来来来，哎，哎，我姓狗，你就叫我老狗就行了。哎，这儿怎么没有人上班呢？哎呀，我这正等你下锅呢。我们厂生产的这个果汁啊，那是供不应求。因为这个生产原料啊，也就是苹果，它供应不上来，我就放我们这工人呢，他歇几天，给他们放几天假。我这儿啊，这正着急呢。哎呦，你就来了吧？哎呀，狗经理，老狗，来，老狗啊，你放心啊，我们那儿的苹果质量没得说。你要是不信呢，咱可以去。哎，我信，坐，我信。哎呀，咱呐原先都是农民，只会种地，让咱坑人，咱也不会呀。嗯，这话实在。虽说我不是农民，但我不会坑人呢。你不是农民，那啊，我是
搞商业的。哎呦，原来你是正规军的。帮忙帮忙，纯属朋友帮忙。仗义。哎，你怎么知道我这儿呢？你有个孩子是不是在城里上学呀？我爱人就是他的老师。哎呦，你瞧瞧，你瞧瞧，这么一说，那咱们更不是外人了啊！哎呦，哎，再好的朋友，这价钱可不能含糊。不说别的啊，咱一手钱，一手货。这么着，咱先签个合同，签个合同怎么样？那可不，这个绝不能含糊。来来。嫂子，你来干什么？谁让你瞪我们家门了？嫂子，我一直想登门赔罪，我跟汉明哥说了很多次了。哎呀，你看这么多年，我一直想给你赔个罪。嫂子，您怎么骂我，我都无所谓。嫂子，做什么好吃的？啊，庄稼饭呗。做什么好吃的，也没你那大饭店排场。谁呀？哎，哥。哎呦，大宝儿啊，哥。来来来，屋里坐。屋里坐。差不多吧。哎哎。嘿嘿嘿。这要是酒，你趁早给我拿走，我戒酒了。戒酒了，苹果一天卖不出去，我一天不喝。今儿你不喝还不成了。苹果榨的汁儿，苹果汁儿。这苹果榨的汁儿啊，那咱的苹果不是也？哥，瞧瞧啊，苹果购销合同。早拿出来呀！着什么急呀？我这不是赖了吗？啊，哎哥，这事儿咱哥俩得好好唠叨唠叨。哎，娟儿，来来来，弄俩菜，我们哥俩喝两盅。郑海民，让我给他弄菜，门儿都没有。妈。怎么才回来呀、啊？小凤爷非拉我和他说说话，他和你子姨父相个儿子半个百日酒呢。好事儿啊！前些年怀不上孩子啊，都快愁死了。这好不容易有个大胖小子，办什么都应该。妈，谁来了？还有谁？他就真敢登咱家门，还跟没事人似的。来了准没好事，净出幺蛾子。走，跟妈出去买东西，不想看。我代表太阳店的父老乡亲，敬你一个。嗯嗯嗯嗯嗯。哥，这合同上说了啊，明儿中午就得把货送到。咱有车呀，明儿一早装车，来得及，来得及。这合同还说了啊，人家要好的，不要坏的。这不废话，咱这儿进好的还就没坏的，找坏的还不容易呢。大哥，这个说了半天了，你还没告诉多少钱一斤呢？钱儿啊，哎，是这么回事儿，人家说啊，货到以后给钱儿。啊，那是你介绍的人，我肯定是放心的。多少钱一斤？
你这半天说话，哥，你看这合同是我跟果汁厂签的吧，是吧？哎，那么这钱呢，也是我跟他们谈的吧，是吧？那么也就是说，这苹果它是经我的手卖给果汁厂的，是吧？哎，这是卖价，不是哥，你懂我的意思吗？卖价。你绕半天，我能懂吗？我问你，你就告诉我多少钱一斤不就完了吗？那我这么跟你说吧，就是说这个，在这个问题上我是中间人吧？是。我得骑驴。我明白。这事儿哥哥替你想着呢，能让你白忙活吗？村里边有奖励，知道吗？我说话算话。奖励呀，奖励呀！哎呀，奖励呀！那就算了吧，奖励你。那怎么能算了呢？这换了别人也有奖了，对不对？你这是给村里立了大功了。哎呀，哥，我最近挺难的。你看啊，这饭店吧，停业整顿，是吧？这小慧呢，又得生孩子。这个戴建军这个王八蛋吧，他又不争气。哎呀，我的意思是说呀，咱亲兄弟明算账，是吧？哎，那是那是，咱怎么说这也是做买卖呀，对吧？怎么着你也得让我挣点差价呗。啊。哦，你不是不舒服吗？你躺下休息会儿吧。我就想不明白，咱向阳被他掐尖入狱，我和他是仇人，咱们家和他是仇人，他怎么就敢大摇大摆的就登门了？啊，他敢吗？他就敢来？要不是你给他的台阶，他敢来吗？郑汉民，你不记仇，我记仇，我记他们一辈子。他害我儿子，我就不能见他登过我们家的门。这事儿吧，他怨我，我没跟你打招呼。这不是打招呼的事儿。我问你，为什么？为什么你又跟他混到一块儿了？你心里还有我和儿子吗？你记着咱们家和向阳的冤枉吗？这是引狼入室啊！海娟啊。我从来没有忘了咱们家这点委屈。我这不是也是一种手段吗？啊？咱们变着法让他给咱们干活，这不好吗？不理他，那只是一种姿态，对不对？只是一种姿态，他不舒服了，咱得到什么了？什么也没得到。咱要点实惠的，让他给咱们干活，把苹果卖了，多大的问题解决了？你甭糊弄我了。卖苹果，他为自个儿干活，为自个儿挣钱，我都听见了。你蒙不了我。这些年，就是向阳在狱里，我说我绝不理他们两口子，我说到做到。你做到了吗？你没有，你一直惦着那个吴玉萍。就这点事儿，你腻歪一辈子，你烦不烦？你赶紧歇着。给我做完，你看一下，哥。哎呦，大伙儿，你先坐啊。我不坐。好。汉民啊，咱村账上不是没钱了吗？我从家拿的，先对上。哥，来，拿着。你看这多不好意思。这有什么不好意思？点点。点点。
来，请请请请请。哎呦，我给你们介绍一下啊，这位是狗经理啊，这位是合作伙伴。哎呦，好，好，哎，咱们里边请啊，里边请，来，往这，来来，放这，我可是这种人呢。好，哎，进来进来，真是雪松送炭的。哎呦，走，小虎。狗经理啊，给你拉来的都是好活啊！哎，阿青，卸车卸车，哎，卸车验货，爸爸还有两车说话就到。哎，谢了，啊，不用谢，不用谢，都方便。哎，到饭点了，咱先去吃饭啊，便饭便饭，走走。再等等，还有两车没到呢吗？不是，都安排好了。走走走，吃饭去，吃饭，走走吃饭，便饭便。啊，走走走走，吃饭吃饭。就是这热情，那当然，当然。来来来，谢谢谢谢，哎呦谢谢谢谢谢谢，哎呦，今天啊，哎呦，全仗仗仗仗仗冯经理啊，要不然我跟老郑，我这上哪碰去啊？对，那没错，这个本来就是两头这挨不到边的事儿，这大奎这个牵线搭桥以后啊，两全其美了，皆大欢喜了，是不是？来来来来，我。我敬冯经理一杯，我是不太能喝，不实在了吧？平时不喝行，今儿不喝不行。哎，他真喝不了酒，这么着，我替他喝啊。哎，算了，哥，我来吧，谁让我今儿高兴呢？老狗，实在人啊，哎。往后，咱这合作那还长远着呢啊！对，那咱就看着长远的，对吧？为长远，咱喝一个来。哎，今儿这酒啊，哎呦，喝得痛快。不瞒你们说，我已经俩月没沾酒了。来，喝着。哎，来来来来来，顾经理，多喝点，多喝点。啊好。哎呦，喝着来。来来来，顾经理，顾经理，来来来，高兴吗？痛快了啊！哎，怎么样？喝太热了。对对对，哎，给他倒上，倒上，倒上。好，好，倒，倒。来，老张，咱交个杯啊！来。哎呦，顾经理是海量啊。狗经理啊，要不今儿咱们就这么着吧，啊，回去早点休息成吗？啊，多快呀！晚了，大奎，来来，弄点茶，喝杯茶解解酒，喝点茶，喝点茶。哎呦喂，哎呦喂，哎呦，好了，不知道啊，老狗啊，狗经理啊。有什么对不住的地方？多担待。大官啊，都多长时间？他掉厕所了，是该回来了。是啊，哎呦我天！哎，服务员，来来来，请问先生有什么事儿？就是坐在这儿那胖乎乎那人，他哪儿去了？他走了。
老巩，老巩，老巩，阿巩，别爬了，咱平逛哪儿去了？是啊，怎么卡车没了？大老爷们儿叫人唬得一愣一愣的。是啊，没想到我们两个正规军让一个泥腿子给骗了。那现在怎么办呢？得先找到那老狗啊。哎，对了，他儿子不是在你们学校吗？是啊，是啊，我都给急糊涂了，我这就去啊。哎，雨萍，你除了问他们家地址啊，你再问一问他平常喜欢去什么地方啊，他的亲戚朋友啊什么的。我知道了。哎，你别着急啊，汉民。哎。别跟艾娟说这事儿啊，我怕她着急。还有，别跟村里人说，丢不起这人呢。哎哎，玉萍呢？要不要我跟你一块儿去啊？不用了，这儿等信儿就行了。哎，宝生，注意安全啊！注意安全。哎，我走了啊。慢点走啊。他真就不要嫁了？他倒是想要，他不敢回家。没听他儿子说吗？要债的人都排成队了。那也不能天天泡澡堂子呀。这儿多便宜呀！这儿你就不光能洗澡，还能住宿，他不花钱，比宾馆便宜。咱不能傻站着。这么着，咱进去吧。啊，你俩干什么呢？起来。真是对不起啊！哎，怎么是你们俩呀？我是上区里来，大老远的，你们俩怎么上这儿洗澡来了？我们不洗澡，我们等个人。等人？嗯。对。买东西去了？哎，我买点起子、碱面什么的。啊，你这上哪儿去了？哎呦，我没上哪儿去，我上了趟区里。你猜我碰见谁了？碰见谁了？你们家郑汉民呀。他上那儿干什么去了？你甭是瞅错人了。瞧你说的，这咱们这接了街坊的了，你说我瞅错谁也不能瞅错他呀。他跟那个冯骡子在一块儿呢，还说什么那个要洗澡去。和冯骡子？嗯，洗澡。嗯，哪儿不能洗，非跑那么大老远的，没有的事儿啊。那边看看，轻点儿。冯大奎，哎，艾娟来了。冯大奎呢？不是跟海民送苹果去了吗？没回来呢。送苹果啊？可有人看见他跟海民在马店那儿呢，说跟那儿洗澡呢。嗯，不会吧？就听说送苹果去了。可人说看得真真的是他们俩呀。甭惦记他们，没准这俩人一高兴还外边吃饭呢。今儿你就这儿吃，我给你做啊。你甭跟我藏着掖着，到底出什么事儿了？你趁早和我明说。艾娟儿，不是我想瞒你，是汉民怕你惦记着，不让我跟你说。这我不更惦记吗？哎呦，你快说呀！你想活活闷死我呀！要说这事儿啊，都怪我。我给他们介绍那果汁厂。是个骗子。哎，阿娟儿，阿娟儿，你别着急啊，阿娟儿，
阿全，你别着急，他们找他去了，能找着啊！你千万别急，你别怪我说话不中听。我早说了，这个冯骡子，他就是我们郑家的扫把星。其实大奎他也是好心。谁能想到会出这种事儿啊？他好心，我们家汉民把家底儿都搜出来了，给他当提成，他还好心。阿娟，你等等，这是我们家的兜子。怎么样？没有。哎呀，早知这样，中午那菜少点点，咱匀着点钱儿啊。都是中午那顿饭闹的，老狗这王八蛋，坑了咱们几只苹果不说，他中午饭他都舍不得请。哎，大奎啊，你里边再泡会儿吧。不去。你得让我晕在池子里，我已经饿得不行了。咱花钱了，怕什么？不泡白不泡。你说你要把象棋带来就好了，咱再杀几盘，消磨消磨时间是吧？切，都这会儿了，你还想这个？哎呀，我说哥，咱别在这傻等了。老狗要是不来怎么办？咱又不知道别的地方，对吧？只能在这死等，直到把他等来为止。葛经理来了，老狗啊，还钱！哎呦我的妈呀！老狗，地上，往哪儿跑？我看，你看，你看，你往哪儿跑？你抱我干什么？他骗我们钱，骗了好几车苹果，然后他跑了，我们刚把他逮着。行了，你们俩先别说了。你，
说说是这么回事吗？是有这么回事。哎，我拿设备顶。你成心呐？啊，把那些破铜烂铁给我们，让我们修在家里啊？就是啊，都是现成的，插上电就能转。这顶个屁用啊！能当吃还是能当喝？你们也可以是生产果汁吧，现成的苹果榨成汁儿，件儿翻的，翻好几番的，这就叫加工嘛。你真不要脸啊！这么好的买卖，你怎么干赔了呢？我也是让人给骗了，要么就是收了钱不给果，要么就是收了货不给钱。哎呦，周转不开呀，这可不赔了吗？哦，合着别人把你骗了，你反过头来骗我们啊？啊，警察同志，你这事好好处理处理，这事儿。哎，大官啊，这兴许是个好主意啊。哎，民警同志，我哥，我们问题解决了，解决了，都解决了。都解决，下车。哎，哥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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汉民给咱们大家仔细念叨念叨啊啊！你好好听听。今天啊，哎，我说李婶，别老说抱着孩子瞎跑。今天啊，把大家召集来啊，就是说一说这个果汁厂的事儿啊。大家有什么问题随便问啊，别动了。怎么回事？大家有什么问题可以随便问啊，问。都往后跑，往后一点，往后一点。哎哎，我先说，先把孩子接。来，我先把孩子接过来。等会儿来，快给我。你们家小孩。哎呀，你喝，闪灯啊！老师吧，汉民，汉民，这是苹果种的好好的，咱干嘛非得办这果汁厂啊？对，对，是这个问题问的好啊。对，这个事儿其实也是阴差阳错呀。要说咱们太阳店的苹果，那应该说是没得挑的，是不是？是啊，哎，全是苹果做的。但是，咱不懂经营啊，对不对？咱的销路是不是出现问题了？对，差一点砸手里。苹果这个东西呀，不好储存呢。对，咱没冷库啊，一耽误功夫，得烂了，对，是不是？是，哎，大家听我说啊。我们办这个果汁厂，我们要买机器，我们要买瓶子，买瓶盖，搞印刷，还有包装盒，这都得需要钱呀。所以把大家叫来，就是商量一下入股的事儿、投资的事儿，其实说白了就是钱的事儿。你们听听李婶的觉悟啊！要钱给宝贝买糖吃。安静。这回啊，让大家交钱不是强行的摊派，是股份制，对吧？大家愿意交多少就。股份制，不知道就是股份制，大家有多少按照自己的能力交多少，最后年底的时候分红。分红呀！哎，村长。分多少钱是按照你们每一个人交的钱的数，最后按比例年底分红。哎，那还行啊，你多交别的没有没的。哎，海明，这个事儿你有多大的把握？对。我都算过了，只要大家好好干，他就不会赔。如果大家还是不相信，相信我郑汉民，他就不会赔。行，民都掉乡亲们，长梗哥已经把自己所有的积蓄都拿出来投到咱们这个厂子里来了。啊，说过我马上回家也要把我那份钱投到这里边来。
我投的是最多的，到时候年底分红我分的最多，你们别眼红啊！哎，那我也投啊！哎，那我也投。所以呀，大家伙儿，安静，安静，安静，大家伙儿，明天我给你信儿，我得跟我老婆商量。你等会儿，对，谁不得商量啊？你看看啊，全福哥这觉悟啊，今天来的，啊，回家跟家里边商量一下啊，能拿多少钱啊就拿多少钱，明儿这个时候。到会计那交钱啊！年底分红，商量商量，商量商量，明天这儿见啊！好，商量。这什么？这一瓶拿回去算算，三两。这我交了押金呢。一片天覆盖着你。